大家好，我是华哥哈。现在股市三级了，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它马上要装吃了，还有几个好牛，品相好的还没卖掉，来我们盘一下，看能不能捡个漏。来来来来来，看老板装吃了咋？哎，来来来看一下，你走位置了吧？啊，准备走嘞。哎呀，还有这几个就没卖。啊啊。哎呀，这个黑的咋卖了？我刚才找你一圈。这个黑的2000。哎呀，你这个时间还2000嘞，都该走了，你还2000嘞、啊？你这样看，这样看的比较。这是护板，谁要再板？提醒你别看护板，你看提醒，提醒。再说死看。你不用保棉了，你不用垮了，你要价格低了，你早买完了。哦，你所以到这时候没买完，你便宜了我都给你带走了。护板。我这一窝89个。啊，89个，买的剩这一个了。你这护板我给你那你便宜我给你带走了行吗？你看都该走了，你都该装车了。1800块钱。哪有？800块钱能拿能拿吗？哎呀，你省啥气啊你？啊？那可不想让你看了。800行吗？你800你能找着？你能找着这么提醒这种尾巴的吗？我看尾巴是断尾的，不是断尾。美罗斯。它这颜色要是要全黑毛，我犹豫都不犹豫，我都给你拿走了，1800。啊，你身上有护板。全黑的得2000吧。2000吧，你说个实在价。头板还不是多好。你看头板了吧？你看头板看了吗？虽然有点闭紧，可是虽紧，看到没有？地包天。啊，看的。他提醒，他这个皮就是提醒长得好，头板不行。你别在这光背俺的。真的，我跟你说实话。1600，你别在这踩歪俺的狗。1000块钱，我不敢给你。我让你踩歪。我不敢给你1000块钱行吗？1000块钱。1000块钱，你看就这个头板，我1000块钱没少给你呢。早上来人家1200给我，我都没给人家，你给我1000块钱。1200没有，1200，那我只能给人家便宜，我不能比人高了啊！我得把1100。来，愿意能拿吧？不能。啊！你看看你再捡了，你能拿就能拿，不能拿人不上了。多钱？我再给你讲。你给人家1200，你能拿就能带着了。1200，这个虎斑有点。你看体型好看。1200，带走吧，给你带走吧，等到你再带回去了。提醒不到。好了，咱该带走发货。我转钱。嗯，给你转钱。体型不错啊，尾巴那螺丝了。